台车就必须要搁置在这边。没有，重点是说那个车子怎么了？他的双腿朝向这里一点跑去。我们的那个悍马开过来，绳索绑上去，拖到野外去装 C 球炸掉。卡车好像不能用悍马。不能吗？吨位较大的不能用吨位较小的车继续拖。哎啦，你无看小型拖吊车都在拖走动的吊线啊？哎呀、啊，不一样，所以我没听到。不知道，你们拖看看就知道了。啊，相当啊！拖不起来啊！哇，都不起来哦。好，那先把房子干掉。那现在放马车开回去原地哦。对，开玩笑，不要太靠近路面好了，你就停那个，对啊，这边停，这里，那你就这辆车你把移建，那辆车你把它移建还原，然后开到旁边去丢了。OK， 移建还原，你等着利用电脑。哎、欸，真是说会用哎。我们其实有准备大量的备胎在小屋子里面，所以不要担心。对啊，我们只是把它修复，然后把它移走。等一下，这台等一下就拿来拖那个车子的尸体就好了。也可以，就把它挪上车，大家都看不到了。对啊。哎，不知道拖过去，你不知道判被美军判定具有攻击性的那个塔吉斯坦民很多吗？实在就是你了，把它拖过来，我们直接开过去载没关系，不要开到一半淤泥就好了。哦，干，这个有录进去吗？这啊，卡掉，这有录进去吗？凡客，这段卡掉哎、欸，这关卡掉。嗯、啊。极短的卡掉。SUV， 注意哦，是 SUV 哦。哎、欸，车子挡到我视角， okay. 车子挡到我视角，重复，车子挡到我视角。啊、没关系，让他进来。OK， 凡客 SOP， go， 武装有武装。开火！他叫我射角了。停火！远离车辆。妈！我自己撞到一半、欸，搞什么鬼、啊？妈的，操！撞上去了吗？还没啦。哦，也只是按下去就可以取消掉了，而且，对啊，他刚才撞到一半就要取消了。这个没办法。那个雷那边有枪榴弹吗 ？No， 没有。好吧，可以稍等我一下。不要过去啊！不要过去。等一下你这里啊？你等一下。哦、没有哈，没有啦，没有。那个卡车绳索绑着，把它拖走。那个车它快烧起来了，它快烧起来了吗？看起来，当然不会烧吗？它以前发动着哎、欸，那应该是有点危险。这尸体装一下。OK。不装应该不用装，你直接把尸体落到车子上就好了。OK， 应该是可以这样吧？我如果没记错的话。顺便回收，就是那一个武器了。武器要回收吗？武器塞到车上。AK 杀伤力可是比……等，你们把那个……这有点危险，这 SUV 有点危险。不要太靠近那 SUV， 那个久了会烧掉。这个好像不太行哦。什么卡车不能做 SUV 吗？哦，可以，绳子断要正确。那个谁，他搂上去，我搂不上去，你屁股再过来一点，拖一下会死哦。不要，你直接把它搂在 SUV 上。搂在 SUV 上，你在想什么？炸掉啊，不然嘞？算了，你要把尸体留着当纪念哦，好吧？不是啊，你那个卡车要留着啊。你们武器处理掉了吗？
啊，尸体。等一下，这一球要给阿蛇丢，不然死在你这边丢。尸体要留着。死在死，不会啊，他可以分开炸、啊。那是可以分开炸的，只是死在如果忘记哪一颗是哪一颗就有点危险，死在稍微把酷一点。那就跟踪两分钟定时不就好了？可以停停停，这边可以，这边可以。把那 UV 处理掉、啊，拖走啊！先吊上去啊！再把那 SUV 拖到路边去。拖到路边当战利品，不用毁掉。大哥，这边就可以了，这边就可以了。只是说他等一下如果炸掉的话，会在雷面前一直冒烟而已。那就放多一点剂量不就好了吗？不用炸，就放就好了。恁当时一杯想飞起来，我老公不在。恁刚有白痴把他俘虏过来而已。那家伙的尸体现在在卡车上还是 SUV 上就不得知，应该是卡车上。那辆卡车快变运载尸体车了。他车上都是尸体。OK， 凡哥刚那一段卡掉嘿。是那个卡车自己长出轮子的那一段，然后那个那段就进广告了，那段进广告。我们先休息一下，进广告咯。没有，你没有看过那个阿富汗的那个战争实录的影片呢？那些都有经过剪接，我们就把它稍微剪接一下就好了。就是卡车一键还原那边。然后说你们看过那个晋级的国军了吗？不是很久了吗？那个也是昨天跟前天的才出来的东西好吗？老王竟然把我上次喊撤退的那个声音给放进去了，是哪招？快要晚上了吗？现在对个表。我这边是5:45，50分了。5:50整。我这边是4:55。为什么？可悲。快6点，5:50，那实在也表不准了。啊？你是不是看手机啊？对啊。没有啊，我会看桌面时间啊。可悲。你在那边？看什么 FB 啦？我会看军火库。好好好，军火库。等下苹果日报就爆了。你有在看军火库？你为什么在看军火库？你又想买新枪吗？很想买个，这么没钱。不要再闪大灯了啦。超车你。没有，是对向车那个后前面那台车子开太慢了，闪他一下，想要开快一点。是来问个基本的问题齁。嗯，如果车子已经变残骸，绳索还拖得动它吗？谁知道啊？那 OK， 说很警戒，又是 SUV， 他开到旁边去了，不知道啊。总之路上不要有东西就好。你看不太清楚，那个有点太雾了。雷不是拿107？雷几个人驾驶？没办法看得很清楚，他那个他的是防那个玻璃。了解了解。SUV 用的是防弹玻璃，也不好用热线看到。切换成望远镜中。